由我和孙子兵为大家演示和讲解太极螳螂拳积极善修。第一个动作，风鹤修各修。我太极师在地，对方来拳向我向东路击来，我以右手迎风点螳螂钩，踩住对方手腕部位，左手踩住对方袖后袖拐角后边，拇指拿起曲气，下四肢控制尺寸等，变成这种事。对方欲后撤，我进步触墙盖击对方面部，对方太修交架，我撤对方就后向左打对方肩胛部位，打各球击倒。另一方法，蔡秀文拿酒后右腿射过对方上腿，以管制对方下派，对方我控制上右上门，对方可能来拳攻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拿对方酒后向左后转身，右各球及对方左肩或者内部。下一个动作，走马双后坐捆，我来讲解。对方来拳击我中门或者上门，我右手控制对方手腕，以螳螂钩扣住。如果是这样扣是扣不住的，因为什么是快冲拳，对方用力猛，对方拳往往被蹦出去，你扣不住，因为这冲创力。怎样做呢？应该先顶拳，以右掌根和外拐角点肋骨部分向对方这头拳击，这头顶拳，对方如果后撤，我顺势撸子；如果是即使前冲，我则左手小臂啃住对方右手袖后，往右下掉，就是右左左啃一种拿法。对方欲向后挣脱，我进步管住对方上腿，或者管住右腿以筋骨式扣住对方后脚腕。这个动作不用做巧的动作，直接扣住。对方欲抬腿挣脱，我打走马双扣，抱双膀。这个动作叫做走马双扣做双膀，这样或者这样也可以。下一个动作是上捆法，对方向我中门打来，我左手一臂，右手中门穿梭，以密咒击打对方下颚。密咒我讲一下，
就是螳螂沟的北方向抵达，它的运行轨迹可以自上而下，也可以自下而上，也可以左右横用。抵达部位上气可以下坐，横向抵达内部、掌部上下抵达都可以。总之是坐螳螂沟的北方向抵达，地点在歪拐折处，与市子根部拐折通向抵达。这山洞作弊硬穿梭，对方做出持久脚架，我向下画坨，对方这个木子是画坨，哎，画坨最后才发向左手托住对方下颚，右步向右迈，刺刀。下一个动作离门双喷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来拳向我中门击打，我右手裁缝，左手裁缝，右手中门硬穿梭对方脚架，我一拐二，右手拿起肘后往左使力逼紧，使对方这个手不可能过来。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左手外门出发，外门出发，左步向前射过对方身体，再把指导。下一个动作名称死射塔地，我下面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这个动作最好我先行修，让张宗门向对方盖下，对方别太修脚架，我左手扶于右臂内侧，顺势拿起趁地，右手臂内摔反脚变螳螂沟，拿住对方手腕，左手拿住对方肘后破玉换步，逼住自己下盘门户向左下跳。记得如果是对方向后挣脱，我顺势上步，你就击下颚或者击对方掌部。如果想牵起对方不得挣脱，假使则无解，左脚扣于白方向，左脚扣于对方试完处，以控制趁距，以上三种讲的是困法，螳螂拳的困法，即封闭敌人，使其激发不得施展。下一个动作破电修法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来拳击折向我攻击，我顺势歪风
远洋脚踢掌，这个动作不管对方从哪一个门，东门、里门、外门向我进攻皆可用，拽在这个方向。那你 C12 动跟那个方向同样可以，所以这个动作对方持球击点，你后撤步以射体式放长击圆，用右脚攻击对方下拍。这个鸳鸯脚是太极螳螂拳里面东门四绝脚之一，很实用。下一个动作破点绳法再继续讲。对方上中路来看字典，我碎破玉环式管住下盘门户，右手踩住对方酒后，痛似破布管住对方后侧之腿，空击下盘，可以这样，可以破布控制，同时对方使用左手向对方横插，对方鼻咽去行脚架，我左手顺势拿子向下打判肘跌肘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勾住对方脖颈往左下叫。第三种方法，对方抬手脚架，我则顺势下插，左右横蹭，使对方肋下，控制对方左右后侧，左右缩起颤地。打余环步刺刀。下一个动作破招门要求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出手招门打或者击上拍，我左臂右掌横劈，对方左手脚架，我左手胳膊从右上方射劈。这个动作不管对方向哪个方向掉，我一律用之。走，这个动作东门立劈这个方向做一遍。刚才这一招没有劈中门，这样劈下，这样劈下，对方如果抬手脚下，我则顺势搂下，左手鼻子，右手中门立劈，劈面门或者花盖穴。下一个动作名称破中门点绳法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出手击我中上盘中门，我左手鼻子上左部以玉环式击对方脚掌，对方后撤，我顺势其侧腿一举响，上击额，下击掌部。如果对方上脚往上往这坐踩，或者是往上碰格，
我随时翻酒冷茶吃脆，这个动作不要轻易用，它势猛劲儿足。单方向做一遍，左手一手对方手后，抽拳一只小击对方下颚，落右步拐至对方下派，翻酒后擦击对方穴位，中外丹田等部位擦酒。这个拳法就这种拳法，四指将中指牵住，中指突出，一点在中指破拆一发。下面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在试拆一，我就是将左脚叠加于对方脚背，配置对方手腕，左脚趾扣于对方拇指内侧，向左转身打灯塔，或者右脚击对方屈气穴，所以这种拆一法，这里面讲的只是举例讲一下，其实它千变万化，方法相当多。在这地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螳螂拳一个脆法，也就是捻拿胸脆，八段里面最后第一切靠捻拿的时间，胸部也是击打对方的这部位。刚才这个动作怎样用？一种方法，我搓酒后用胸贴前牙，或者将对方臂部打反外节前推，都可以将对方关节折断。就是这个动法用法，就是和敌人靠近，捻拿胸脆，向手用胸部击敌，再一个迎面透脆，敌方用透脆是正用，正用对方进攻的透刺，我东门射进，后部击胸，点地就啪，哎，这种打法充分发挥太极螳螂拳八段的长处。七长八短，八短就是双膝两肘两点头锤、臀锤，头锤最易侧用，一般不与敌人正面攻击，而是侧用。点灸，点分八面，你像刚才这个点，就叫做直射点。一点步向对方直冲，这个动作叫做
到后街地方从背后击来，我不专心，哼，又将一面门以解救放置敌人向我闯门，保护你的原部位扰乱部位，纯粹这一靠近与重围对方敌人，靠身纯粹丧失膝盖是攻击对方的最雷厉的武器之一，再就是救，救不用救，远近皆可退，欲不救进，还就用救，对方无论远近，你都可以用。以上是中门打法，下一个动作破菜拔法，我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左边出发，踩住我头发往下拽，我顺势左手攻击对方裆部或者密袖或者是螳螂钩子，对方空心鞋，我就是由下摆上打前边，我慢做一遍这个动作，菜法下坠，我就是以解救控制对方的救步，要抵住对方的前进，以左脚攻击对方裆部，对方空心鞋或者是右手下踩，我顺势由下摆上打前边，前边过耳，就是对方在这一点往这个方向，我攻击对方耳内神经后烫穴或者太阳穴，打的时间要连消带打，一招拳打面门，各就封挡，万物一失。下一个动作名称射粉判酒，我讲解这个动作，对方向我总上派攻击，我是用螳螂钩先用顶帅劲儿射去对方来势，顺路左脚出左脚直左而右横插对方太阳穴或者眼睛，不能这样打，射插主外门，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叫对方看清了你的手，去修脚架，我左手顺势以螳螂钩喷风，这个时间你的腿可以做俯卧脚攻击敌人腿部，这一个攻击迎面骨，右脚尖双喷敌人一步上左步，管住对方腿，这个时间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前脚横与半步进步打判酒，这个动作得做就是呼延射粉判酒，这是一二落步下踩
打判究，皆可。下一个动作，撑腮挂舌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官方含义。对方攻击我向总判宗门打来，我以螳螂钩顶旋才拿修完喝下酒后，才修完要驾驭作修拿酒后形成获利，这个动作就是狗搂获钱为财，才有落下一劲儿。如果对方攻来我射心弦，那是对方有救后，作修脑后出发，这个动作只要一转身往左下掉，对方知道。另一个动作，对方拿着酒后，对方突然向我窜来，我起右腿控制对方距离，拿着对方袖头发，下步打等他。这个动作在做的时间，如果是对方突然冲来，用右脚控制对方向你靠来距离，右脚就形成了一种按推法，按推。下一个动作，螳螂钩子与换步。我降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攻来，我破玉环步，同时去将插击对方面部或者钩子，对方被拨颈，对方去修走架，我拿起左袖弯捆风进左步，拧心判对方知道，或者对方过来，我从旧街左袖横蹭捆起左袖向左拧打拧心判时，也将对方击倒。下一个动作名称，双风双判究，我了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攻来，或者左修右修都可以，我安心进步，以旧步上蹭将对方移来修法各处上架部位，必须是对方酒后酒前不行，大臂虎头抱头插进，对方另一修攻来，我同样撑住进步打判究。所以这个动作的打法是下一个动作，左分左天分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
宗门即来，我又修经学，见螳螂主下如响切地震，上左部坐甲向对方面部击出，对方去修交架，我则向下捆，向反方向跌，这是一种。如果我即使死力，对方将跌倒。另一种，一狗做右手封对方，修完进步狗脖坐膝必进，这个动作锻炼就是这个动作的用法。下一个动作右分坐歪梁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右拳向我总上部击来，我右手左手扶之，右手下踩，同时和余环步上左部左手直胸前横蹭，控制对方另一只手。如果对方出手脚架或者不脚架，我都一律上左部进攻式，向左后大歪梁。做一遍，歪梁这个方向做一遍。所谓的梁，这个是一种由上向下的按杠劲儿，这属于拔杠动作的做法。下一个动作坐风滚龙柱，我来讲解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攻来，我左手扶之，右手踩打，左手捆住对方就后，如果可以的话滚臂右左左捆，使对方背势失去抵抗力，如果速度快，对方后增的情况下，我进左步，对方是左行走右左行走下，我左行捆绑向左后打滚龙柱。滚龙柱的打法这个方向就是右臂弯曲，力点由犬牙齿向这个手臂内侧一次肩部，都是这个滚龙柱的发力点。滚龙柱不允许搞全面一百余七平滚龙柱。刚才的用法是坐步扣打法，即坐步关注对方右腿打滚龙柱。还有一种方法，记住，我下拿对方后正，我顺势关右腿，关注对方右腿，这个无需有一个门户问题。刚才我讲的进这个就是门户问题，
紧闭的门户，吴粉丝泪下推碗去，去进的原谱，你这个门户开门就是上盘门户，二十则是下盘门户，他的抱怨患者就是泪下或者推碗处，往这射进地方不得不取食，取食他既不得法力，我又叫射进管出门户作修，那去对方酒后，对方靠近对方又就向左后转身，就是打刚才的滚龙灸，这个滚龙灸打法这个方向做，你说从这个位置到等在世等他去打法，这个滚龙灸刚才讲到这个巫术的门户问题，我再进一步讲一下，略讲一下，对方又就向我进来，我则不消不降，又起泪下，再进地方东门，打挑作修，即将对方击跌，这是门户问题，这是外门的进法，推十步，上盘门户立下，刚才这个我是不脚不架的进法，二对方进用驼修，即将对方门户叫开，我遇过驼修下轿，这张地方就不接待，所以这就是叫门地方门户洞开的一个方法，一种修法。另一种修法，对方向我进来，我走外门往外点螳螂骨，拿把对方后转进另一修，往那个方向转，进这个修，我这个修照样从肋下关注对方门户，这两个修的用法都是脱修，如果想将地方击跌，你再进步摆将只会将地方击出，这是一个正宗的修法，叫脱修脱，这个动作由下而上，像驼枪炮一样，就不下垂，不能靠近，不能自闭抬身子了。驼修有单驼、双驼，由下往上驼起，这是刚才的驼修。下一个动作，拜虎是连修。我来讲解和也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，对方出修向我总上盘击来，或者过来踩我胸部一伏，总之进中门的修法，我即右修外臂左修顺势外前锁住对方右臂，我如果继续加力解救患者就会脱，对方顺势后正，后正的情况下我上步拜虎系列让对方击跌，这个修法我用的是一个修法叫做枪胆
本论修。刚才用的是作用，我再讲一个右用，是必须摄取对方力作修，应修他进，对方作小，我的顺势进步，打挑作修。这个动作就是呛胆本论修用的，讲究的是你信法。唱白粉龙修还有一个用法，刚才右臂的用法，左臂取裆部低吟后正，我则由下摆上将地方击跌。下一个动作名称霸王摘魁，我来讲解和演示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总上派攻来，我螳螂钩向前做顶帅技，脱开一顶帅技，离对方旧部不远，一反掌螳螂钩就纳住了对方旧部，这是一种进攻方法。我再做一遍，一我不为外拐者抵住对方小臂往前顶旋，哎，记者拿下就是对方旧部，这是一种击击技巧。同时我进左步左修自背后出发，对方太左修交架或者往这反攻，我使对方头发向捆对方左修坐下，及对方面门击倒。这个动作我细讲一下，那这对方酒后直接再打对方面门，对方往后仰斜，我右脚戳对方嘴巴，左脚踩对方后面八根，对方旧部你一类内部紧抵对方旧部，如果是离开距离他可以蹬就抵你，但是你靠近他将没有余地来攻你，往这面摔他这个就怎么样上，用力是没法用力的，所以这种动作看来存在危险性，事实没有。向左下拖，是不是这种手法在这提示一下存在危险性，尽量在夜里或者平常不要用，量修获利将这带对方颈椎，所以此种修法只能体会不得用。暗藏技法是拿法拿对方太阳穴，那对方不行。另一种方法讲一下，螳螂钩拿对方不行，开尊
宗子别于闺房，遣徒学弑子，苟住闺房器官，作木子与另一车，塞子火劲儿，闺房坐动动不得，又动动不得，往下也动不得。后面通知往后也不行，所以这是螳螂拳特有的难法。讲一下，下面我讲一下螳螂拳的八纲。八纲是针对十二幼二爷子的。第一纲，泰山压顶，我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含义。这种绣法是太极螳螂打法的特有技法之一，就是硬绷势砸。硬绷势砸，对方向我攻来，我进步铁靠，如果对方向我这边击挂球碰打，这边击中门硬皮泰山压顶，这个叫法的用法。必是赢的心解咬都是活的，刚中有右，玉帝的皮打上下之后，左右捆打，一刚到底，刚绣花。自上而下，一劈凿门，一刚二纲迎面直捅，我讲一下，示意一下。对方向我向总派袭来，我不招不下，对方失去控制能力，再一个总门总扇出击，对，第一转我转而攻。另一种方法，第一来势很猛，向我扑来，外帮直捅，很危险，所以这种绣法也不能尝试。所以对方进来，我不交不下，外帮直捅，这一个方控制可以任意控制对方进攻。对方转我转，所以没有必要和对方有钱，这使对方的技法使坏不出来。第三纲，顺步上将，我做一遍讲解这个动作的还攻防含义。属于纲，没有寸纲无右，也没有寸右无纲的叫法，这是螳螂拳的特点。所以是纲中有右，右中有纲。纵修或切，坐外有力，形成勾搂财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另一个方法，对，坐步插进，由下而上，打上将，进步上将。下一个动作，叠就硬攻，是第四纲。对方向我攻来，或者
我主动出击，这个动作不该尝试，只能点到为止。我做一遍这个动作的改练一遍，大家体会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你自己有150斤或者是60公斤70公斤，你不留余力或行跌打，有多少力发多少力，这样才安全。拳的运行轨迹，右风左风往后，拳面胸腕肘后，以及你的头部食部都形成了攻击对方的部位。下一个动作，天门靠鼻，也就是第五纲，我讲解和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含义。对方向我击来，我双手做双捆动作，穿身缩到一态，帮派防止下盘门户摆过来做。穿身紧缩，气鬼丹田，突然变开进步，这是一种。再一种，对方向我进来，我外格顺势，以肋靠住对方肋部发力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，对方进来，我不骄不驾，不离不睬，这是这个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对方的性格你不要产生恐惧感。进来，右步插进，护住中门，发探步力，哎，就是哼，或者是往这个方向，或者往这个方向，探步发力，天门靠鼻。第六个动，硬崩不敌，这是第六纲。我讲解一下它的含义。崩是螳螂拳积极拳法的一个特点，硬崩不敌，是吧？我正面崩，或者是反面崩，都要用钢劲儿。哎，它不是往空中崩，所以这个腹敌是往下崩。气缸左右双捆，我讲一下这个动作。左右双捆，捆绣是螳螂拳特有的一种技法。左捆，这是前步左捆，前步右捆，这个动作，对方接这一个。我这个手与控制对方拆的另一手外捆，将会打击把对方就不折射，所以也叫破骨拆筋。
这个坤是一种代性，这也是一坤之出，啪，哎，六星。下一个动作，水螺凉粉。我讲一下这个动作。这个水螺凉粉这个动作属于一种刚中带右的手法。还有铁粉都属于铁粉呀，铁粉修都属于哈花岗里面的水螺凉粉这一面。你看左臂上腾太开阴，左臂拐前面，在这种翻打方法，水螺凉粉。下面我略讲一下太极螳螂拳七唱八短内容。八短我上面已经提示过，下面我把七唱这个内容简单的讲解一下。一，顺步欠修。这个动作所谓的欠，欠修的欠就是趁机而遇，打得漂亮。我讲一下，对方来劝向我总上路急来，我不交不嫁，对方急上而我打下，对方下交，我则由下反上。这种打法就是看来或地方痛失去求，其实是后发先至之，给对方内部，对方给我上步，我给对方下步，对方下脚或者给我下步，我空身给连消带打，以对方唱，所以七唱之一。再讲一下腰部欲修这个动作，对方向我攻来总上派，这颗腰部欲修，前步外跨，后推中路，宁心以逆欲攻欲，所以也是一唱。这种动作不与敌人折交或者是侧击叫水。下一动作我上面略讲了一下，这次再重复一遍，前锋上墙。上修或欠就是进步，打上将，上将之从打对方称北势，最后肩背发出上将或欠之从。下面讲一下迎面痛锤这个攻防含义。对方向我击来，我顺势说迎身连消带打，对方来修，我心斜露斜露，对方转我转，所以迎面痛锤
这一个拐去对方中门的打法，刚才是新鲜路的打法，拐去中门进，直通自己对方面门。上面提到了柔法，刚才用的进新鲜路，这是柔法之一。秀法的柔法，我讲一下，它属于八纲十二右里面的这个，在这提示一下，柔法秀敌柔法有三，这就猜下漏，这个动作底漏你就记得七漏，上为七漏，总为滚漏，拿我滚这个楼法，楼法再一个顺漏，下为顺漏，对方进来我顺漏这局下一个动作叫修作强，是七强里面的第五强，我讲一下，对方向我进攻，或者是我向对方主动出击，就是两修或拆里外交虎东门硬皮，遇到对方脚下拆皮两修七是脚，落为坐，是这个修的时间直接这样挂坐，气修为脚，坐脚右脚坐狮子皮，翻身起鱼是第六枪，我讲示一下，这个拳是一个会马拳，就好比会马枪，对方向你攻击，你迈势欲走，他为什么要走，对方跟进，我突然回身冲击对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这样，对方往里靠近，我迈势欲走的做迈势，对方继续攻玉，所谓的会马拳，再一个讲法就是，比如我迈势从这个地方要往回走，对方从背后跟进，我转身右端垫枪，这就叫翻身起鱼这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也就是七枪汉同背，我讲一下，至于同背这个词来源于螳螂拳，有这样讲法，它有十八家拳族，他们的技术所组成的螳螂拳，就是少林寺丹达是螳螂拳的模，螳螂拳是由少林丹达从而贩子而产生的，所以在十八家拳族里面这样讲的，太祖的长拳气修，汉统的统背为模，太祖就是赵太祖，汉统这个人据说是宋朝的大将，曾经与赵太祖比过武，他的
统璧派的当事陈雄一事。所谓统璧，就是两间火器拆身后锁，是第七场。你像对方向我攻来时间，我的统备对方脚下，我插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对方进的时间，我以将肉温还是统备将插入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还有一些方法，打天球属于对方进中门的绣法，我用这个叫法天球绣格自从都属于七枪还从同臂里面即格即分，属于七枪是针对发呆而言。前面我已经讲过短的叫法，在这里就不重复了。太极螳螂拳极其善修，内容丰富，我们只能简单的介绍这些。希望大家在训练时要提倡武德，以强身健体为主。谢谢。